完了。哎，这位同学。这位先生，你是在叫我吗？对啊。你是在等人吗？是啊。那我想请问一下，你是在等你的女朋友？当然了，我在等我女朋友。哎呦，我不能再跟你聊下去了，不然我女朋友出来看见这个样子，一定会吃醋的。胡说八道，哪有那么小气啊？来，你喜欢喝的。谢谢。啊，太爽了。考得怎么样啊？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障碍，遇到好的老师，想不拿高分都难。而且你知道吗？有一道题是我们在美术馆的项目里遇到过的问题，我很轻松就答上来了。是吗？你说这是？你怎么突然会笑了？我都好久没有见过你笑了。我以前不会笑，我这不就是为了配合你高兴的情绪吗？让你放松放松。哦，我还以为你……你以为什么？你在想什么呢？终于考完了，我们是不是要庆祝一下？庆祝一下的话，不然我们去祖屋。那我带着奶奶姑姑一起吧。好啊，走。妈妈，哎呦，哎，睡着了。妈，妈妈，睡着啦。哎呦，我们这是在哪儿啊？哎，你猜。就这样，挂了。哎哎，看那个，看。小宁啊，小宁。那是谁？庄姐呢？交给警察了。如果真交给警察，就不是这个局面了。别骗了。反正你们一个都跑不了。哎，你不想活了是吧？把证据给我。不在我身上。小宁，你在哪儿？证据在你那儿吧。你是谁啊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证据在不在你那儿。对，在我这儿。如果你敢伤害江小宁的话，你就看不到证据了。我要他没用，你把东西给我，我把人还给你。记住，一个人来，别耍花样，否则我不能保证你见到的江小宁还是完整的。我去哪儿找你？晚点我会打给你。东西呢？急什么？在这儿。先放人。没事吧？你怎么来了？证据不能给他们。别管那些了。我怎么知道你还有没有其他备份，或者你有没有报警？我之所以没报警，就是不想张扬。毕竟都是十年前的事情了。只要我带他离开这儿，我可以当做这一切从来没发生过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我没必要骗你。今天我可以把握他，以后也随时可以。骗我的代价是很大的。我骗你干什么？走。什么意思啊？这是？对不起了，两位，今天你们谁也走不了，
动手。真不应该惹我。老班长，今天是周一，是工作日，所以还是要叫你老板。今天天气很好，你也没什么日程安排，你唯一要做的呢，就是躺在这里陪我聊聊天，听我给你讲故事，听新闻。徐总说，十年前制造车祸的那个人的弟弟陈奥死了，警察查出来是许国祥指使刘助理做的，他们是罪上加罪，会被判重刑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安慰徐总，但你不用担心啊，妍妍姐肯定会陪他度过难关的。今天最大的新闻就是我拿到修为证了，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一名正式的设计师了，为我高兴吗？奶奶跟姑姑呢，昨天搬到祖屋去住了，我昨天也住在那儿。当我看到你为我准备的每一样东西，躺在你为我准备的星空房里，我就会想到我们以前的事情。医生说老年痴呆会遗传，我怕有一天会忘记你。如果你不想让我忘记你，就快点醒来吧。